今年嫁给郭富城，晋升为天王嫂的方圆，生下了宝宝之后，除了在社交网站上分享婚后生活之外，28日更是晒出了一堆粤语教程书籍，并配文：好多书啊，等我看一下先。看来出生内地的方圆想要融入郭富城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。网友也留言给他支招：多说多讲，试试看电影会吸引更快，加油看 TVB 连续剧，我就是这样学会的。看来天王嫂也不好当啊。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，我们总把人设想得太坏，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，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